你知道昨天在热搜上面12名里面全部都是他，汪小菲的人生高峰就是这么高。这些东西我都已经很明显告诉你了，就是有5位，我连数字都敢讲给你听的，我连场地都敢讲给你听的，你还告诉我子虚乌有，你真的对你做的事情是完全健忘吗？我觉得就是给我12个小时吧，你今天晚上就会知道，肯定会知道。汪小菲刚透过昨天那个公关联络到我了，他们拉了一个群组，这应该是公关求他的。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看在家里的身体不好的面子上，不要继续爆料了。我这边什么能做的，你可以跟我说。就是汪小菲在11点06分，前1分钟前传给我的讯息。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赶快，公关很急的说汪小菲在找我。那没想到他晚上说要沟通的时候，却跟我讲说妈妈住院。我觉得对方有在跟我打背景牌的意思啊，但是他撤了大 S 的文，但是却没撤我的文，所以我不懂这是在干什么。其实状态就是这个样，这就是事实，就是有人做错事情他不会承认，他在事实上跟你和解，但是我告诉你狗仔不是这一套。你都已经讲出来了，你甚至告诉我说狗仔都是子虚乌有，而且你挂台湾狗仔就是子虚乌有。台湾狗仔你目前认识的应该也只有我而已，那你就告诉我说我欺骗了全世界，那我今天晚上会证明给全世界看。我也不知道说这两张照片出来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回响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脑袋也都知道说张颖就是他女朋友，拍到这么多次了，不认就是不认，不认没关系，那狗仔就是继续做记录嘛，那人家也是在公共场合拍，也没做违法的事情。其实这件事情压了大概也快要半年了，那我没有丢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人家都已离婚了，那没有必要再做炒作。但是这一次他直接跟狗仔呛声，直接说 P 图造谣，你直接我觉得不能这样被屏蔽的。所以当你要告我的时候，我欢迎你告我，你不告我你就是懦夫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会不会很腻？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哎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